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潮人。那现在呢，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夹菜的环节了哦。我们的同仁们呢，都在排队夹菜哦，大家都吃的不亦乐乎。哦，对不起，还没开始进入到吃的环节，我自己夹的。好，现在就是大家在夹了哈，夹的不亦乐乎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喜欢夹什么东西。我来看一下热夹品是什么。来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姐非常喜欢吃短米哦。那玉辉的话喜欢吃鸡块。好，那这个新闻的话也喜欢吃鸡块，哇，赞赞赞，谢谢。然后雅兰的话，哦，喜欢吃甜点哦，我看到她夹了一大堆甜点。那雅杰的话呢，喜欢吃薯条跟鸡块。那哇，这个我们的雅娟呢，她也喜欢吃甜点哦，她甜点的话占了一半的比例。先吃甜点。哦，好。那我们的秦轩呢，她夹的是短米，她也喜欢吃短米。哦，短米是她的最爱。哇，文贤她喜欢吃的是米刷。哦，这个面线他喜欢吃。好，那冯宇喜欢吃炒饭。OK， 好吧，简单的记录。